们现在在巴黎的罗浮宫广场。Chelsea 跟妈妈后面就是罗浮宫的背景，罗浮宫从这边一直到延伸到这个金字塔的主管，然后呢，这边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雕像，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个地方，全部都是罗浮宫的广场。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te， 一个门。给我拍，师傅帮我拍，罗浮宫广场。好，小姐来，喊出来，小姐出来。好，不然你站在罗浮宫这边金字塔。小姐不要，快点，到金字塔。好棒哦！爸爸。太阳很大吧？对不对，小姐？太阳很大。Okay, go.